怎么样才是幸福？只要真心相爱过，哪怕时间再短暂，也值得。相反，有的人纠缠了一辈子，想起对方的时候，只有怨念。因为世俗观念而分开，称不上幸福。你真的长大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